欢迎关丹达士华校一年级的新生们，欢迎你们加入达士华校的大家庭。好，现在呢，老师位于的位置就是学校门口，来，老师带领你们一起进入校园吧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将步行进入校园。好，这是学校的小门，也就是 B 门。来到这里就是学校的等候亭。同学们，来，我们一起沿着这条道路。好，来到这里呢，好，这个方向呢就是学校食堂。站在这里，我们便能看到学校的 A 楼。好，在这里呢，我们的右侧呢就是我们学校礼堂。同学们，来，我们继续向前走。好，我们先停一停，来一起看看我们学校辽阔的操场。好，现在我们拐左，继续向前走，右侧就是学前班。好，同学们，来，我们一起拐左。好，好，我们的右侧呢就是厕所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就是女生厕所。来，我们继续向前走。好，这里呢就是男生厕所。好，我们继续向前走，来，我们看到了，这就是 EA 班。好， EA 班的同学们要注意了，你们的课室就在这儿。好，接下去我们将到 EB 班的课室。来， EB 班的同学们请注意了，这里就是你们的课室。同学们，虽然我们未能一起上课一起学习，但是希望通过这个影片呢，能够让你们了解学校环境。最后，关丹达士华校欢迎你们，祝愿同学们快乐学习，学习快乐。